有品，有味，有沉醉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辨别散装白酒的好坏。说到散装白酒啊，其实散装白酒在农村以及小镇小乡上面啊，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的。散装白酒质优价廉，口感不错。因为散装白酒呢没有经过专业的包装，所以性价比啊它是非常高的。对于生活条件一般的大众消费者，还是更倾向于这个产品。毕竟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消费得起那些大牌名酒的。说到辨别散装白酒的好坏啊，首先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第一，看酒色。所谓酒色就是酒的颜色。一般呢、好一些的白酒，中等以上的白酒，它的这个颜色是无色，或者呢有一些偏黄。有一些酒质较差、酒质不好的白酒当中啊，它的颜色只会有一些失光的现象发生。这个失光就是浑浊的意思。如果说颜色看不出来，接下来咱就说一个非常明显的，一般优质的白酒它的挂杯现象是非常明显的。有人可能就问哦，什么叫挂杯现象？也就是说啊，你把白酒倒到杯中，再把杯中的酒啊摇晃一下，这个酒液下落的这个速度很慢。这种现象在劣质的白酒中啊是不会出现的，质量越差这种现象就越小，它的浓稠度啊非常低，挂杯现象啊就不明显。最差的白酒就跟水一样，你摇晃了以后啊，它就跟水一样，是根本看不到这种挂杯现象的。其二，闻味道。这里的味道呢指的就是酒的香味。也许有人就会说啊，酒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。如果大家仔细辨别的话，品质好的白酒它的味道啊非常的醇香，不会有那种咸杂气味出现，主要呢是绵甜劲爽为主，而且回味悠长。但劣质的白酒中啊，这个味道就非常的不正常，会有一些杂味出现，根本没有那种所谓的醇香。其实醇香啊就是没有别的气味。以上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不法分子在酒中啊做点手脚，一般消费者是很难辨别出来的。所以在此我要提醒各位，尽量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白酒，价格虽然贵一些，但是这咱是吃下去喝下去的东西，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嘛，大家一定要且喝且珍惜。